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天天饮食》，我们和石万荣石大师学做好吃的菜，好吃的。每次和石大师在一起呢，学的不光是做菜，还学传统文化。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学到很多歇后语。您说用一句什么样的歇后语能形容今天这道菜呢？因为它太特别了。有一种鸟啊，叫呼不拉。呼不拉。呼不拉比鸟大。我今儿做的菜啊，叫花呼不拉，各色。它一种颜色。说是说你做菜跟别人不一样，就是你这人花乎不拉各色，意思呢就是它是一朵奇葩。首先我们来看那个选料就很不一样。选料这两样，一个是黄喉，一个是千叶豆腐。千叶豆腐是实际是属于大豆蛋白，它是脆的。它跟普通豆腐比，这个区别就是它吃起来口感发脆。对，但你别千滚豆腐万滚云，你滚也滚不烂乎。它就是这种有弹性口感的东西啊。千叶豆腐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很黄喉的。到底黄喉是哪儿呢？说是嗓子，实际上没跟喉咙没任何关系。它是心呀，上那个动脉那个管儿。哦，血管壁可以。对，它不是说这个喉。这个东西吃火锅的时候，常常有人会拿它来涮。对，涮黄脆的呀。所以我们今儿拌一个双脆。叫拌双脆，一个是千叶豆腐。椒麻拌双脆。千叶豆腐柔韧软弹，大片黄喉爽脆可口。再搭配清爽的小葱和新鲜的花椒蓉，这道椒麻双脆绝对令您耳目一新，意犹未尽。制作这道菜需要准备的原料有黄喉、千叶豆腐、青花椒、小香葱，调料有料酒等。好，那就现在很实行这个鲜花椒。鲜花椒，很多鲜花椒呢都搁在表面一刺有点味儿。对，其实我们把鲜花椒呢给它斩碎了。但是大家记住了，你看人家斩碎挺好的，其实很费事儿啊。它这里有籽儿。对，那籽儿咱们怎么办呢？你剥吧。好好，行行，您放这儿，您放这儿，这些您都拍拍，都给我，我拿个小碗。我用不了那么多，用不了那么多啊。这很麻，这鲜花椒。所以在家里他有时不知道。您把要用的量给我，我把那黑籽包出去啊。今天的这个口味呢，我们做椒麻的。对，椒麻的。然后用呢是用这种鲜花椒。但是我们把这个斩成蓉。哦，就成绿皮儿。对，那你籽儿搁里头你怎么吃啊？明白了，硬的呀。行了，这回我彻底明白了，您放这儿吧。啊，好。您做更重要的工作。好好好，这个让我切小葱。不带它的籽儿的原因是什么呢？籽儿硬啊。就我那怎么吃啊？你们要吃就吃它那个面糊的感觉，对吧？第一步，把青花椒表皮拍松，去掉花椒籽备用。把小香葱切碎成葱花，注意。这道菜用到的是青花椒的皮，所以拍花椒的力量不要太大，否则花椒皮和籽混在一起会影响口感。好，我现在切啊。好，开始切千叶豆腐了。对，这个千叶豆腐一般还有什么吃法啊？干锅炒，好几种做法。它脆的，因为它脆，所以其实煮汤是最不合适的，对不对？也有煮汤的，但是从营养上说，也未必就比普通的豆腐有营养，对吧？这是大豆蛋白啊。够。好，石大师已经把豆腐切出来了。今天这个菜太特别了，信息突然特别大，特别多。先把这焯了啊。就是焯千叶豆腐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没有，一开锅就焯完就完，过凉水。一定要过凉水吗？对对对，有凉拌菜吗？这个拌菜，对，你看我这个节省时间啊。那我把它好吧，我把它搁凉了不也行吗？非得过凉。放凉不行，这到时候一放凉了它就粘了，一点黄喉。哦，还有黄喉呢。对，这个豆腐，我们如果说这个切小点块也可以一破两开啊。你看我们把黄喉再焯了。就用这个水就行是吗？对，点点料酒。然后就省事了。这个按饭馆应该是抹刀，我们也不抹了啊。抹刀。抹刀就这么吃啊，就太薄了就甭抹了。对，因为我平常不怎么熟悉黄喉这个食材哈。它有什么特别的怪味吗？好像也没什么味儿。有时候他们发宝有点碱味儿。像因为有的时候有猪的，也有这个牛的，对，是不是牛的会味道更大一点啊？它因为这个经过发制以后吧，它
原有的腥味它就没了，你闻不出来这个有什么太大的腥味，多一半都是碱比较大。所以我们在那个市场上能买到的应该都是发好了的哈，不会说还回家自己发的。没有、嗯、都发好了的。嗯，那您刚才往水里放了、嗯、刚才您说是什么我没记住，是葱不是料酒？料酒，对，它因为它是动物性的东西嘛。对对对，还是得有点这种、啊、你看这一焯它就硬了、嗯、如果你不过凉水它就黏了呀、啊、对了，这个东西有时候听人说，我自己不怎么吃，但老听人说涮火锅的时候会突然变得嚼不动、嗯、对，就老了。那所以要轻轻焯一下就够了，对不对？对。嗯，然后石大师把焯好的轻轻焯了一下的黄喉跟那个千叶豆腐一起丢到了凉水里。这黄喉啊，切小点儿、嗯、切豆切大点，因为黄喉这个它容易韧性大，你如果切太大它就嚼着可能费劲。对对，豆腐它就带韧性，它一嚼就碎，对吧？所以这两样食材您取的是它们比较一致的一种口感。对，这叫半双脆嘛，就麻半双脆。嗯，脆爽的一种口感，而且还是荤素搭配。嗯。第二步，把千叶豆腐切成大片，下锅焯水，把黄喉切片，焯水备用。注意，千叶豆腐焯好后要及时过凉，否则在拌制时容易发黏，影响口感。焯黄喉时放入少许料酒，能起到去腥提鲜的作用。哎，差不多，这差不多了吧？嗯，我们搁一块儿。好，连小葱一块儿给斩。嗯、啊。斩。对。看见。这是在家里斩。你说这点用打碎机，也不值啊？怎么打啊？这不是切，也不是剁，叫斩。对。这个动作可以比较好的保留它们的水分。对。嗯，斩成蓉哈，其实是用刀刃来碾压。对，所以但是这个鲜黄就不要过多啊。哦，微麻，太多麻对人身体也没有好处。嗯，这只不过调剂一种口味，对吧？对身体没好处，吃进嘴里也会最后吃完这道菜，别的菜都吃不了了。没有味儿了，而且这个麻椒它主要燥湿的，我们北方比较干燥，它不湿，嗯、所以要不要搁那么多？燥湿杀虫。对。你看我这多细心的哈。嗯，最后再来，哇，切就是实际上是斩成了很细腻很细腻的蓉。对，行了。这是由香葱，是小葱还是香葱？小香葱。小香葱。对。和一些这个鲜花椒的那个皮儿。对，因为椒麻的东西一般都是香葱和蓉。那完了以后，你看我做点水。嗯、好。剁上锅。嗯。开开火。咱们要干嘛？我要呲一点油，要浇一下，知道吧？要往这里浇。对，你看我这动作啊，一会儿。嗯。我们把这个油做热以后，你看我们做香花椒炝肥牛啊，很多菜吧。嗯。拿油呲一下这香花椒，对吧？我让它出点味儿。我们这也是斩成蓉以后呢，呲进以后呢，我们放上盐，盐不就化了吗？嗯。放点鸡粉，煎热它也化了啊。这就行了。啊，对，一拌。啊。嗯。这菜就行了。对。啊，那黄喉就这么轻焯一下就行了。啊，行了，再焯老了。哦，也对。跟你说涮不动啊，对吧？对。哦，原来是这样。嗯。那这个菜还是比较容易的嘛。啊，比较容易的，但你要选好好原料。如果你切到选不好，它发黏也不行。嗯。黄喉选不好，碱味特别大。嗯。也不好吃，还有这个你蓉拌不好也不行。这个蓉挺关键的。嗯，你看看啊。嗯。自由了。听听这声儿，啊，嗯，如果是用歇后语来形容这事儿，哎，这味儿就出来了吧？你看，嗯，啊，嗯，挺香的，哎，麻油就出来了啊。这个形容，你说怎么形容、啊？我就是怎么形容这个现在这香味儿啊？你，我想不，我就想一个比较新鲜，嗯，比较前人没做过，嗯，人也做过，后人也不一定做得好。女同志的高跟鞋，嗯，空前绝后。是吧？嗯，看做饭就是要有乐趣，要不然多没意思啊！哎，我们放点盐，开始调了啊！好，哎，放点鸡粉。可是这个拌菜的所有的味儿就全指着您现在下的这点调味料。放点鸡粉，嗯，不是趁热吗？嗯，它不就化了吗？啊。嗯。我很高兴，终于不用吃什么辣味的东西了。对，但是它麻呀，嗯，是吧？跑不了某一种刺激的味道。哎、啊，
咱把这弄好了。我再拿一个大点的。这个不要放味精啊，你搁油里味精它容易产生一种毒素，热油搁味精。那你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永远别用味精。不是不是，因为万一要记不住放在热油里，但基本是没事的哈。对，因为味精啊，它超过100度开始它是提鲜，说有些人办这搁生味精没有意义，就它不会，还有人爱吃爱嘎吱嘎吱的，没有意义，它没体现任何香味。哎，总之就是少用味精就好了，本来食材新鲜就够了。拌一下好。好，你看。小麻味出来了吧？这个菜呢，就是特别清爽。因为天天我们现在在饭馆里或者在家里吃东西，哎呀，老是一个红和辣的主题，好像都没处躲，没处藏。我就愿意看见您做的这种很素净的吃的哈。您再说说还有什么可以做成双脆的来着？刚才您说八爪鱼也可以做，折头，折头也可以做，墨斗不对，鱿鱼。黄瓜跟莴笋都可以做成双脆，黄瓜，对不对？双脆嘛，对不对？你看啊，就是咱们假装现在真的是弄的是黄瓜跟莴笋啊，那然后也同样可以用这个一样的调味料，对。你跟做双鲜似的，说醋椒双鲜，虾仁鲜贝。我决定回家做一个黄瓜莴笋的双脆，拿来跟您这个匹配一下。那你怎么说？你说我来一个黄瓜拌莴笋不好听。我来一个花椒油拌双脆，对呀、什么素的，对你反正说是哪两脆，哎对，你要不问我就不说。哎，你看这简单不简单？这个好，特别干净哈。椒麻双脆，清新无比，口感无敌，您也来试试吧。第一步，把青花椒拍松，去掉花椒籽，去皮备用；把小香葱切碎成葱花备用。第二步，青叶豆腐切片下锅焯水后过凉备用；把黄喉切片焯水后捞出。第三步，把青花椒皮和葱花一起混合斩碎，用热油泼香后，加少许盐和鸡精调味，再放入原料中拌匀，即可装盘上桌。所以这个菜的亮点就在于，首先您选的这两种有质感很像的、带点脆爽感的食材，千叶豆腐和那黄喉，然后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刚才用小香葱和鲜花椒。斩成的泥蓉，一定别嫌麻烦，一点一点把那个头给抠出来，否则嚼不动。这个动作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把斩成蓉，斩成蓉以后，搁点油，那个呲一下。对，热油把它一激。因为我们主要就是椒麻嘛，你搁辣椒油和花椒油都没有什么意义，拿那油一呲，把那个椒麻味儿都出来了，麻味儿和小香葱的味儿，它一拌就使这原油了。对，这道菜就。比较爽口，这个就不用歇后语了，它本身就是一个形容词，叫完美。完美，一般的地方我们都不敢随便说完美。我们在这儿清二白，这是一清二白，一清二白，清清白白。我们就是敢说完美。我们下面还要再做一件特完美的事儿，就是请石大师教我们做一个完美的馄饨的汤调料。好，做一碗好吃的馄饨，不仅馅料要够味儿，同时也离不开鲜美的汤头。只要掌握好了制作汤头的完美比例，就算是普通的速冻馄饨也能化腐朽为神奇。制作完美的馄饨汤头需要的调料很简单，盐、味精、香醋、鲜酱油、白胡椒粉、紫菜、香菜等。首先我们把馄饨下锅煮制，注意馄饨的皮没有水搅后，所以煮到开锅时不用浇入凉水，只要把火调小就行了。如果火太大，馄饨皮很容易被煮碎。利用煮馄饨的时间，我们来调制完美汤料。首先把紫菜撕碎放入碗底，这样经过热汤的冲泡，紫菜可以充分的被泡开，口感更好。然后放入一勺尖的盐，少量的味精，两勺醋，一勺鲜酱油，半勺香油和少量的胡椒粉，做成馄饨汤料。最后把馄饨汤浇入碗中，冲开调料，再盛好馄饨，撒上香菜，一碗拥有鲜美汤头的家常馄饨就做好了。